自1941年以来， Dellner 一直都引领着各式轨道车辆在车钩系统上的革新，而且自从196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为多个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列车制造商提供定制型减震器。我们的声誉建立在创新研究和先进的设计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为铁路行业带来了几项影响世界的突破性发展，比如气液缓冲器、自动伸缩式车钩、充气式加压灌通道、耐刮擦的折棚、先进的能量管理系统以及最近的高速数据传输系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Dellner 已成长为了列车连接系统的一家主要供应商，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通过提高铁道车辆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通过实现万无一失的车厢间通行技术， Dellner 在铁路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连接列车与连接人体的结构单元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插入或更换一条 DNA 链会引发人体的改变，这的确如此。先进的车钩制造技术无法创造生命，但无疑能挽救生命。而且正如 DNA 研究者面临的问题一样，我们引入的任何革新举措都必须考虑它对整个结构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即是列车， Dellner 致力于为每个客户提供完全适合其具体需求的列车连接产品，比如我们提供的车钩可自动适应终端用户的标准系统，无需使用任何过渡车钩。作为列车连接系统的世界级领袖， Dellner 可提供连接列车和车厢的所有接口，这意味着我们能提供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前端开闭机构、各种类型的车钩、全套贯通道系统、能量管理体系、减震器以及先进的高速数据传输系统。在1997年， Dellner 推出了一套全新的前端开闭机构，司机可通过空气动力学原理实现对列车前端的自动控制，打开前端使得车钩处于待挂状态。为了迎合各类列车制造商的需求，我们提供单一功能或多功能的开闭机构设计方案，这两种设计都可配合可伸缩型和不可伸缩型车钩。 Dellner 开闭机构系统主要用于高速列车，它的一大特色是比以前的设计在重量上轻大约50%，却仍然符合同样的国际安全标准和技术规格要求。数十年以来， Dellner 一直都引领着各式轨道车辆在机械、电气和气动车钩系统方面进行革新。现今我们的车钩种类是世界上最齐全的，总共有450种自动的和半永久车钩可供您选择。我们的车钩可与几乎所有现有的轨道车辆兼容，包括 DMU、EMU、城际车、高速列车、LRV、PM、地铁、由机车牵引的旅客列车和货运列车。在2008年，Dellner 率先在自动车钩上推出了高速数据传输系统 ，D-Rex 是我们强劲的多容于以太网连接系统的商标，可提供尖端的直达快车数字通信技术。D-Rex 系统是持续的实时视频监控等应用得以实现，它将用于资讯娱乐的高清媒体服务与先进的通讯线路区分开来，可提高铁路安全性。该系统可确保其功能在列车运行的整个过程中持续，而高度智能化的通讯设备可使车厢之间的连接和中断都能快速高效地进行，无需人工操作，这提高了安全性，也降低了操作成本。独特的设计可与市面上所有现有的自动车钩系统兼容，它采用标准的物理接口连接车厢，而这也将现代化改造之类的项目的成本降低到最小。采用 D-Rex 来将现有铁道车辆升级到以太网列车，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具有成本效益。 Dellner 在2009年收购了 Woodville， 一家重要的贯通道制造商，
它具有20多年的行业经验，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车厢间贯通道。现今我们可提供多种设计方案，包括单件的自支撑式和两件式车钩支持产品，同时还有多种车体终端安装方案和噪音减少水平供选择。在 Delner， 我们自行生产折棚所需的材料，也可给客户提供多种颜色供选择，这可使折棚的属性达到最优化的效果，也使我们得以为客户提供稳定的产品质量和一流的产品性能，同时与新的欧洲防火标准和国际环境法规相符。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 Delner 开始了定制减震器的生产。我们的减震解决方案通过多种方式为铁道车辆的运营做着贡献。蛇形减震器可使列车的运行速度更快，车厢之间的减震器可使车厢之间的制动更加平稳，防撞缓冲器可对车厢和旅客起到保护作用。目前世界上多个最大型的列车制造商都在使用我们的减震器。在 Delner， 我们非常重视旅客的安全，因此在这些年里，我们开发出了我们自己的能量吸收管理系统 D-BOX。D-BOX 的元件可应付列车日常运作所产生的所有较小撞击力以及严重碰撞所产生的大撞击力，可吸收能量以及应对列车的扭曲和爬起。 D-BOX 可在整辆列车上起作用，它包括位于车钩中心区域、列车前端以及车厢之间的各种元件。 D-BOX可帮助你的列车达到 EN15227 的防撞性标准，因此在碰撞速度每小时36公里之内，所有的旅客区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很多 Delner 客户都是通过使用我们的售后服务开始了解我们的。现今我们可为几乎所有类型的列车连接产品提供服务，而无论品牌是什么。尽管我们为世界各地的众多现代列车服务，但我们同时还定期为运行了多年的列车和车辆提供服务。为此我们会经常定制生产特殊的零配件。此外，我们公司在管理安排上也十分灵活，会考虑到我们客户的现状、市场地位以及他们在技术和商业方面的实际情况。在 Delner， 我们非常关注客户的声音，我们在世界各地设有办公室，并能将你的要求落到实处。 Delner 是世界上最大的列车连接系统生产商，也是轨道车辆与列车前端间接口的具有世界领导地位的系统集成商。我们的客户包括了所有大型的列车制造商，我们能为大多数现有的车辆类型提供服务，无论品牌是什么。而在售后服务市场上，很多大型的服务运营商也选择我们作为他们的供应商。我们计划在2012年底之前，在15个不同的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我们可提供的车钩类型多于其他任何公司，而且只有 Delner 具有车钩、贯通道和减震器的集成系统。在 Delner， 我们专注于我们唯一的专长——列车连接系统。正是得益于这一策略，我们的创意和系统目前在众多国家得到了应用。我们的公司愿景是在未来的几年中继续蓬勃发展，保持和发展我们作为列车连接系统的各类产品的第一大供应商的地位。我们邀请您参与我们公司的发展历程。